蛛侠，你们好，我是拉拉。我想知道什么是拉拉队，拉拉队的作用是什么呢？我终于找到网友的问题啦，滋滋。奇怪，怎么没有人啊？嘣嘣。拉拉队表演视频。还有字条哎，猪猪，我出去办点急事，你不必等我。滋滋上，滋滋一定是看到了网友的问题，就自己去找拉拉队教练解答网友的问题了。奇怪，他怎么不等我，就自己出去执行任务啊？不行，我要去找他。什么是拉拉队？拉拉队的作用是什么呢？怎么会在这里？这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你怎么一个人来找拉拉队教练？你怎么知道我来这里找拉拉队教练？哈，你还装傻？你一早就收到了网友有关拉拉队的问题，怎么不等我就先执行任务了呢？哦，原来，哎，好了好了，猪猪，走，我们一起去找拉拉队教练吗？嗯，走吧。戴上项链。你好，我是滋滋，我是猪猪，我们是滋滋侠。嗨，滋滋，嗨，猪猪。Dear 教练，我事情想请教你啊，什么事情？我们想知道什么是拉拉队，还有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你可以为我们解答吗？好啊，没有问题。拉拉队其实是一种团体性的活动，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竞赛加油打气啊，还有提升士气以及激励人心的作用咯。所以拉拉队是以团体形式的去出现，结合了舞蹈啊、cheer 口号啊、stance 金字塔，还有basket toss 空翻啊那些高难度的动作咯。拉拉队的运动需要配合音乐啊、服装啊、队形的变化，还有某些特定的道具，例如pompoms 啊、口号板、play cards、旗呀、banners， 以达到加油打气的目的。拉拉队可称为竞技拉拉队，竞技拉拉队也可分为技巧拉拉队，还有舞蹈拉拉队。技巧拉拉队包括男女混合的组，就是 co-ed 或者是 mix， 全女组 or female。然后这两组里面就可以分为 partner stance， 通常 partner stance 就是 co-ed 表演的。那舞蹈啦啦队就包括pom 的 division， jazz， 还有 hip hop， 将来也有可能 high kick 会变成一个 international 的 division。哦，我知道了，啦啦队是一种团体性的活动，主要的目的是为竞赛加油打气，激励人心，以及为参赛者提高士气。通常啦啦队是由一些舞蹈、口号，还有舞伴特技，再配合音乐、服装、道具，还有队形的变化来呈现的。耶，网友的问题解答完了，我们可以走了吗？不行不行，还不能走。为什么？因为我还有问题想要问戴尔教练啊。什么问题啊？我想知道啦啦队是由几个人组成的，每个队员都有特定的角色和岗位吗？一般来说，一组竞技啦啦队的队员人数最少为12个人，然后最多为24个人，而队员的年龄是介于6到32岁之间呢。教练会根据队员的经验和比赛的性质来分组，以及为队员安排适当的角色和岗位。个子比较高大的队员通常都会安排成底层人员，那就是 base。如果男女混合组的话，大多数男生都会称为 base。 base 的工作是负责支撑还有炮制队友，所以需要比较大的力气。个子瘦小的队员就会被安排成上层的人员，就是 flyer， 然后他们是被举起然后被抛上空中的角色。他们的体重比较适合是那一种小的或者是轻的。
哦，原来一组竞技啦啦队最少要有12个人，最多24个人。教练会依据比赛的性质、队员的经验还有体型来安排各自的角色。通常高大的队员会被安排做底层人员，也就是 base， 负责做支撑和抛掷队友的动作。而瘦小的队员由于容易被抛在空中和被举起，所以当上层人员 flyer 最适合不过啦。滋滋，解答完一套了，是时候再去找网友的问题了。哎，东东，怎么啦？教练说等下啦啦队会有一个正式彩排，不如我们先留下来看表演吧 please。 好啦好啦，我每次都是在电视上看啦啦队表演，现场看他们跳还是第一次哎！哎，猪猪，我已经决定好了，我要加入啦啦队啊！你确定吗？听说啦啦队的训练不容易，而且还要掌握很多基本的动作和特技，你确定你真的应付得来？特技？什么特技啊？是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抛啊、接啊、高举啊？应该不止这些吧？好像还有其他的动作哦。那没关系，我们去问 Darren 教练，啦啦队有什么基本动作还有特技就可以啦，顺便叫他收我为学生。哎，这次你怎么说走就走啊？啦啦队的基本动作和特技有哪些呢？哎 ，Darren 教练 ，Darren 教练，嗨，芝芝，猪猪呢？你。哎，等一下，教练。猪猪，你怎么了？都是滋滋啦，跑这么快。哎，等一下，教练，我们又有问题想要请教你了。什么问题呢？我们想知道啦啦队的基本动作还有特技有哪些呢 ？OK， 让我来解答。那啦啦队的基本动作是有很多的，当中包括触直，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种跳跃姿势，你的双脚是伸直岔开。然后脚尖是伸直，膝盖是朝上，双手是做 T 字的动作。口号或者是 cheer， 这个是啦啦队会配合不同的比赛或者是活动，高喊不同的口号，为竞赛的队伍加油打气。特技或者是 stance 是各种托举的高难度动作。金字塔或者是山峰 pyramid。是由多组的队员串联的而成的，所以有很多串联的方法。简单的是手拉手在一起，复杂的是有多层的金字塔。那有第二层在空中成为 base 的是叫 second tier flyer， 啊，然后堆叠出的更高的上层，啊，类似就是啊叠罗汉呢。第五个基本动作是抛掷或者是 toss， so for basket toss 会有分成三个角色。第一个就是 base， 然后就是 backspot 和 flyer。base 呢，它是用自己的右手抓自己的左手腕，然后就跟对面的 base 连接手。然后 backspot 是抓着 flyer 的腰部，帮他 load 上去那一个 basket toss， 然后就跑上去。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以一个叫 cradle 的姿势是接那个 flyer。OK， 最后一个就是空翻，啊，英文就叫 tumbling 或者是 gymnastics。队员会在空中或者是地面上做出各种的翻啊、转体、卧、跳或者是高难度的动作。哦，原来啦啦队的基本动作还有特技有那么多，单单只是那些动作的名称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了。对啊，什么触指啦、口号啦、特技啦、金字塔啦、抛掷啦、空翻啦，哎呦，真的很难学啦。哎呀，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要加入啦啦队。哎，这么坚决，难道你不怕辛苦吗？哎呀，只要能够出场表演，再怎么辛苦我也不怕。可是我很少看见啦啦队表演，我很好奇什么比赛和场合需要啦啦队呢？很多的比赛都需要啦啦队为参赛者加油打气和呐喊助威，例如学校的运动会、篮球比赛、美式足球赛还有橄榄球赛等等。除了比赛，一些大型的活动如马拉松赛跑、Carnival 公司年度的活动等等，也会邀请啦啦队助阵表演。
经济啦啦队还会参加各种的比赛，如校际的啦啦队比赛，就是每一年的 STAR 主办的比赛，还有 CHARM 的啦啦队比赛，就是 C3， 还有各种外国的啦啦队比赛。哦，原来很多比赛都需要啦啦队到现场炒热气氛和为参赛者加油打气，比如美式足球赛、篮球赛、橄榄球赛等等。 Davis 教练不说我还真的不知道呢。啦啦队除了会为参赛者呐喊助威之外，还会为一些团体活动，例如马拉松赛跑、嘉年华等等助阵表演，而且近期啦啦队还会参加比赛呢。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可以回喽。猪猪，你先回去啦，我要趁我的欧巴送手机还没来到马来西亚参加他的慈善一跑之前学会我的啦啦队表演，这样啊到时候我就可以到现场为他加油打气啦。哦，因为你这么急着找 Darius 教练，不是要解答网友的问题，而是要学啦啦队表演。猪猪，你陪我一起学吗？我不要。陪我一起学吗？我不要。陪我一起学。我不要。猪猪，不要。讯息时间到，各位网友，如果你想加入啦啦队的话，就要留意以下条件：第一，年龄必须是7岁以上；第二，五官端正，身材中等，笑容可掬，以及拥有舞蹈底子为佳；第三，对啦啦队表演有兴趣，勇于接受挑战；最后，还要有认真学习、不屈不挠的态度。重要讯息分享完毕。